你会往后靠还是会往前？要看激不激动。好，要看激不激动就是。好。这样好了，这样声音应该可以吧？我要调一下。这是那种很灵敏的麦克风吗？它是指向性。指向性。指向性的意思。就我只要在这边。对，然后隔一个拳头。就只录这个地方。对，然后你这边它没，你就声音会飘掉。来，老师帮我讲一段话，让我试个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鹏。哇，在今天的这堂节目当中，我要带各位来采访一个节目主持人，叫做克莱尔。来，克莱尔你好。嗨，王鹏啊，好害羞。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声音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这种调调可以吗？非常好。好期待哦，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。我们如果是这个只有二三十分钟的话，每一个题目大概我们聊三分钟就很多了耶。对对对，就是，可是如果你有聊到哪个点，想继续就继续，没关系。就老师你不用担心长度，我们因为是录音，后面都可以调。